们是这个阿寿提鞋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美安大会，要怎么样形容呢？第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多，那第二个，那我们现场，我们这一次来参加，我们是动员了所有总公司很多很优秀的伙伴一起来现场，因为现场的人非常多，而且非常的热情。那给大家几个建议啊，首先第一个，吃饭要早点吃，因为人潮很多。第三个，结账。第二个结账速度要快，第三个产品一定要有很大的优惠，因为每人会很热情来买你的产品，好不好？来邀请大家，为了更多的机会，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展售活动，谢谢大家，预祝大家业绩长虹。